钱快了。跟我走，我们大哥想见你。站住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这里不是下注的地方吗？不是，快点走。那我在哪儿下注啊？这是我女朋友，要进一起听。叔哥找他有事，让他们进来。想进去就别说话。阵风一直找你呢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三年了，还记得我吗？K 的人吧，你不知道我是谁呀？啊？我今天来就是想端掉你们 K 的场子，就凭你啊？这个人我认识，三年前在境外追杀我跟吴振峰的人就是他。你说什么？鼠哥是吧？你的名字挺配你的长相的，缝了几针呢？教育教育他！等等了，等等！这个女的，警察，京都大队的。吴振峰说是要干什么？摄像头啊！鼠哥，看这里。摄像头啊！看到了吗？什么毒品都有。人民币、八股、大黄，你们都看到了吗？吴振峰不是来打拳的，也不是来交易的，他是来报仇的。各校组注意，已经取证，进场抓人，进场抓人。大队，大队，快！立即进场抓人，进场抓人，弄死他！没事吧？没事。这就是你说的随便走走？我也没让你白跑一趟。吴振峰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早就对这儿不控了，没有你，我们一样断了这儿。我愿意配合你们调查。带走。走。人进去了。你告诉我，如果说漏了，什么带？我有没有教过你，怎么带几个这些人？我教没教过你？说，
你别提行吗？阿鼠根本就没见过你，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呀。他知不知道三年前的事儿？警察一旦查出吴刚怎么死的，谁能跑？你告诉我，谁能跑？我拿命和你担保行吗？他肯定不会卖我。三年前他能卖吴刚，他今天一样卖你。这是100万，抓紧时间带着你妈把肾换了。这钱不能要，没让你白拿。你老板是叫吴刚吗？帮我办件事吧。他笑，不，他在意他妈。我把他妈接过来，行吧？不，你信我一次，他跟我好多年了，他知道我什么手段。阿坤，三年前，他们回到云口，有了这个厂。你送了我这把刀，我一直带在身边，我把你当过命的兄弟。你知道我的规矩，别让咱俩折在这儿。各位，从治安大队里边把所有社工人员以及可能和 K 有关的涉案人员全都带回来了，今晚可以突击审讯。抓紧。是，走。看什么呢？走。为什么要杀我们？还有，背后主使的人到底是谁？走吧，走吧，有你说的。查他，他一定有问题。走。刘队，刚才问你没事，要不要去医院呢？没事，刘队，那么多人等着审呢，放心吧。你说三年前追杀你和吴振峰的人，就是那个脸上带疤的人吗？对。他脸上的刀疤，这是吴振峰弄的。你的意思，吴振峰是来复仇的？我觉得不像。从吴振峰见到这个人的状态来判断，他根本不知道当年追杀他的人在这儿。邻居。哟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儿，有事儿。哎呀，万总，请请。邻居啊，晚上咱们是不是端了个地下全场啊？啊？我女儿万萌萌让咱们禁毒大队给带走了。你女儿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呢？邻居啊，我这个女儿啊，比较娇惯。也有点任性，但是我敢用身家性命担保，他绝对不可能啊做出任何违法的事儿。他去全场就是好奇。既然没有犯法，带回去也就是问个话，做个笔录，不用担心，很快就会放了。我给你看样东西啊，萌萌从小啊就有间歇性癫痫。极易发作，而且不能受刺激。你说他在你这儿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于公于私，于你于我，那都不好办。
邻居啊，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为难，没关系。这样，咱们县上的张副县长是看着我女儿长大的，他能够证明这个事儿。不行的话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我让他给证明一下。等等，王总，你让我先打个电话。哎，谢谢。刘凯华在吗？林局，刘队在审讯室呢。你们今天晚上行动是不是抓了一个叫万萌萌的人？有，问完了，他不承认自己涉毒涉赌，说自己跟全场没有任何关系。既然没问出来什么，走程序放人吧。啊，你把放人的手续办好，我这就过来。是。邻居，行，谢谢谢谢。阿姨，哎，你们找谁啊？小江，家树哥出事了，他我们过来接你。哎，出事啊，小江啊！哎，你给我说实话，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？当时我们也不在场，咱们先过去看看。你想急死我呀你？啊，阿姨，咱们先。你，哎。首先，他不是去交易的，而且事先他也不知道追杀他的人在里面，所以也不是去复仇的。那么他做了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你知道进去之后他为什么抢我包吗？为什么？是为了取证。所以我觉得，无论吴振峰是出于什么目的，但是这个人可以利用。姓名，何家树。说说吧。说什么啊，警官？自己说出来和我问出来可是两回事儿。厂子是杜海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就看厂子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别闹了，人杜海交代了，厂子是你的，他是你的傀儡。替你挡前头的，警官，你们得调查呀，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他一个人说的不够是吗？今晚进了那些人，可都说了你才是杜海的老板。他们都是杜海的小弟，当然这么说呀。我才是那个被推在前面的傀儡。行了，先不说厂子是谁的，说说吴振峰吧。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人都在你脸上留疤了，你还说不认识？今晚他可是冲你去的。你就没什么要和我们说的？不想说是吧？好好想想。今晚我们取证到的，你一时半会儿出不去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你进戒毒所，是为了接触李守贵。通过李守贵，你找到了全场，然后引导我们过去。说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刚才那个男的，脸上有道疤的那个，记得吧？他叫鼠哥，阿鼠。三年前他差点弄死咱们，他跟我爸的死一定有关系，查他呀。根据现场提供的线索，你根本不认识何家树，你也不知道那个全场就是他的。告诉我你的目的。
你从孟卡来找 K 接头，这是你的目的，对吧？找 K 接头，我找他接头，为什么要断掉人家的肠子？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现在要在这里审我，你们不应该去审那个叫阿鼠的吗？他肯定有问题的，他一定没有想到公安今天会抓他，他更没有想到是我点的他，他现在脑子肯定是懵的。你们就炸他，一炸一个准。你还记得吗？三年前在那个公交车上，他一上来直奔我而来，后来还来了一个领头的。你就问他为什么要杀我，还有那个领头的人到底是谁。吴振峰，怎么审嫌疑人是我们公安的事情，不是你的。先把你自己的事情说清楚，你去全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今天晚上也算是帮助过你们了，对吧？你们现在这算什么？是不是应该把我给放了？先回答沈警官的问题。就是为了能给我爸报仇，我每天都在找线索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找到的所有的线索都是支离破碎的。直到今天，我在全场第一次见到那个叫二叔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感觉吗？我第一次觉得我离真相很近了。信我，查他。查出问题了吗？邻居啊，这可是第三次因为赌黑拳进来了。邻居啊，孩子小，这不是赌黑拳，他就是好奇。程序都走了吧？都走了，还差尿检，您看。邻居啊，你这孩子的身体状况你是知道的，咱要再等这个尿检。万总，对对，这样，我觉得孩子身体家属的社会，你赶紧带回去好好休息，交点罚款，在这签个字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你放心啊，我回去以后啊，一定好好教育。谢谢各位警官啊！啊，邻居，怎么回事？万萌萌放了。邻居，刚带回来怎么就放了？是啊，邻居，这个万萌萌还没审清楚呢。邻居，流程都走完了吗？邻居，再考虑考虑吧。是啊，邻居。萌萌，你再想想吧。萌萌，邻居，太早了吧？爸来接你呢，赶紧走。尿检还没做呢。来人！哎，放我滚！你要骗我，你和警察装的呀？你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邻居，万萌萌不能放，他跟何家树一定有联系，查一查，说不定有什么新的线索。现在怎么查？没有实际的证据，把人控制。咱凭什么把人控制？姐，你给我滚！姐，你要干什么？全都来呀！闭嘴！给我走！万万达拿着医院的证据，说他孩子有病，万一在羁押期间有了任何的问题，谁担责？好了，都去忙吧啊！开花，办公室。为什么把万萌萌给放了？就因为万和大是县里的政协委员，三次涉赌，而且经过这次的布控抓捕以及蓝人在里面的取证，基本确定了那里就是 K 在云和的销售点，就是个毒窝。都说环境是吸毒人的必要条件，这个万萌萌肯定不干净啊。
今天是你爸爸卖了这张老脸把你捞出来了，还好我去的及时啊，我再晚一步人家真把你验了可怎么办，你就进去了，你长此以往你可怎么得了，你真想把你自己毁了呀。看着我，看着我，你是不是上瘾了啊？我问你今天有没有动过小马？完蛋，去于大夫那儿快。喂，阿坤，你现在在哪儿？给我备好小马。你为什么手？你干嘛啊？把手机还给我。什么手机啊？还给我。你疯了吗你？警察，警察。接着开，手机给我！你疯了吗？手机给我！你是不是想让白正信都知道你吸毒？你都怎么了？我和他，你不也是？开花，你在外面抓人，万和他那边就进了我的办公室啊！谁有这么快的消息？我们。进来。林局。啊，不对，刚才没来得及问，何家树怎么样了？吐了吗？第一个晚上吐不了什么，慢慢来。吴瑞峰那边怎么样？交代了什么？没有。刘队，何家树能不能让我去审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虽然何家树追杀过你和吴振峰，但现在首要的任务是顺着全场往上摸 K， 而不是当年他为什么要追杀你。今天大家都辛苦了，早点休息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是。我们昨晚和治安大队的联合行动中，共抓获涉赌人员96名，涉毒人员14名，现场缴获麻古200余片，还有少量的大黄胶囊。地下全场不仅涉赌，而且涉毒，应该还是 K 的分销点。另外，根据昨晚抓获的其他共犯交代，地下全场的实际拥有者，就是这个叫何家树的人。突破口呢？报告刘队，昨天放走的万萌萌多次涉赌，而且可以随意进出全场。他一定跟这个全场有密切的关系，我申请调查万萌萌。我说过，对于这些有社会背景的人，没有坐实的证据是不能轻易碰的，是要打草惊蛇的。就算查，要悄悄的查。是。关键还是这个何家树，想一想怎么突破他。我昨天联系了金征的同事，调取了何家树所有的账目信息。发现他本人的消费基本负担在云和疗养院，并且在3年前他给他母亲做了换肾手术。从账目上看，他本人没有什么不良嗜好，生活也比较低调，钱都花在自己母亲的身上。我觉得这是个突破。同时，我调取了他的履历和社会关系。吴氏玉器行。这是吴振峰父亲的玉器行，他在这里从2014年到2016年都在这里工作，那证明我之前的推测是对的。
昨儿的审讯，吴振峰说了什么？他只是说查到了父亲的死因跟 K 有关，回来是找 K 复仇的，所以这也是他点全场的原因。通过取证，吴振峰事先并不知道全场是何家树的，他有没有其他目的？你想过没有？想过，所以我申请去调查。吴氏玉器行已经倒闭了，店的经营者刘军也已经返回了云和境内。我觉得可以从这里找到真相，摸清吴振峰的目的。陈宇，我们现在警力根本不够，端了 K 这么大厂子，铺开调查，多大的工作量？你现在和我说要查三年前吴刚案，你觉得我会同意吗？刘队，我就要半天行吗？博文的突破口我觉得很清晰，你先从何家树的社会关系调查起，尽量详细。报告，刘队，走访何家树社会关系的工作，我可以替陈宇分担一部分。报告刘队，我也可以。就半天，不管你查没查到有用的信息，就半天。是。是。刘叔，你好，我叫陈宇，是云和禁毒大队的警察。我来找您是想问一些事情。您还记得我吗？吴振峰，跟我回去说清楚，我被停职了。你告诉我你查到什么了？我提醒你啊，这是在境外。你没权利抓我，你就没有一点点愧疚吗？杀我爸的凶手现在还在逍遥法外，你就没有愧疚吗？吴振峰一直再也没有出现过，我帮不上你什么。我来不是问吴振峰的事情，我是想了解何家树。他之前是吴氏玉器行的工人，您还记得吗？三年前，他追杀过吴振峰。就在我追吴振峰离开玉器店之后，我们都叫他阿鼠，不是个什么好人，是个烂赌鬼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这厂子里上上下下他都全都解了个遍。滚蛋！整个这个瓦岭镇，谁敢对我刘叔不恭敬，谁借你们的钱去谁家整去，在这儿不行。怎么回事啊？阿鼠呢？阿鼠，叔啊，收拾行李给我滚蛋。我也没办法呀，我妈有尿毒症，她得换身，我要钱，我缺钱。你妈有尿毒症你就可以去赌吗？你还一嘴，你还一嘴！别打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走走走，干活去，都回去干活。下不为例。哎，你要是再因为你，再有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到店里来影响厂里的工作，你就彻底拿个铺盖卷给我滚蛋，听清没？这位老板。走，账上还有多少钱？哎，你给我打住了。到赌场去，问一下欠多少钱，把账给平了。这个高利贷是越滚越多，你再看上账上有多少钱，拿一部分出来给他妈治病。看病要紧，以解燃眉之急嘛。何家树是什么时候辞职的？就是老板出事那天。出事时候的出货单你还有吗？那天啊，事发过于蹊跷，
所以出货单我一直都留着呢。何家柱是吴刚手下的工人，母亲患病急需用钱。吴刚出事后，何家柱就立刻得到了一笔来源不明的巨款，同时吴刚出事的车也是他装的，车队前脚出发，他后脚就立刻辞职了。更巧的是，吴振峰在调查父亲吴刚死亡的过程中又遭到了他的指使。林局，这一切都不是巧合吧？最关键的是，吴刚死亡现场留下的毒品并未被带走，所以我判断这很明显不是黑吃黑，阿鼠被收买跟吴刚的死有密切关联。毒三上网了。胡大明口供中提到过说吴刚死于毒贩李林凡的报复，那么我们大胆推测，杀害吴刚的人会不会就是 K 组织的人？因为李林凡的海洛因、 K 组织的麻古包装上都有字母 K 的标识。林觉，我认为 K 组织就是李林凡贩毒组织的余孽，我们只要查清楚三年前李林凡跟吴刚的案子，就能让真相浮出水面。我帮你总结一下，你的意思是吴刚是被栽赃陷害的，对吗？你不只是为了查吴刚这个案子吗？报告，我想做吴振峰的工作，让他和我们合作。好，但是想让一个涉毒的人和我们合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你刚才的分析太草率了，即便是你说吴振峰复仇的动机成立，但是你忽略了一点，吴振峰这三年在境外都做了些什么。你不能用复仇去掩盖他涉毒这样的一个事实，对吗？林觉，即使他涉毒，那肯定也是为了复仇线索才涉毒的。我们刚好可以利用这一点，去得到贩毒组织的信息。发展一个人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。我提醒一点，你和吴振峰住在一起是吧？那么全场，他有没有提前透露给你半点？没有吧？他还不信任我们。所以啊，他就是一把双刃剑，有时候他可能因为你的身份而利用你。我就认为这次的拳馆就是他利用了你断掉的。回去再好好想想啊，把你调查的向凯华汇报一下。阿坤，你爸不是从来不让我来这儿吗？进来。爸。慢说。我已经把阿叔的母亲接走了，但什么都不会说。我是说，全场的事儿，郝东都知道些什么？昨天晚上，全场被蹲，警方明显是不公好的。东哥已经在查了。昨天出事之前，
阿海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是萌萌带了个生眼进去，是警察吧？那么多人全看见了，我想瞒，我瞒不住。阿坤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他骗我，他骗我，我不知道他是警察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闭嘴！郝东要是知道了这件事，会弄死萌萌的。阿坤，你和萌萌好了快两年多了吧？说实话，我不懂你，也不看好。今天能让你进这个家门，就是想问一句，萌萌是你女朋友吗？你现在认命。现场还有一个人，吴振峰。他们俩统一口径，是吴振峰把警察带到了全场，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。萌萌的事儿，兴许盖得住。劫走了，刘队，应该是熟人作案，我们查过监控。由于带走何家树母亲的人都戴着帽子，所以看不清脸。但是我们问过当天晚上值班的护工，他描述了嫌疑人的长相，我们已经交给技术部门去画像了。怎么劫走的？车吗？车辆信息？套牌车。车辆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在边境附近，消失在监控画面里了。所以这个何家树死活不开口。他一定知道自己的母亲一定会被接走，对，这更证明何家树对他们来说很重要。他们害怕何家树在咱们这儿吐出什么。现在看来，我们的方向没有错呀。咱们只要找到何家树的母亲，就能撬开他的嘴。啊，对了，刘队，还有个很重要的事儿。何家树的母亲做过肾移植手术，他一直在服用抗排斥的药物，但走得太匆忙了，药都没带。这么拖下去，老人会有生命危险的。杨英。你和祥子一起，务必尽快找到何家树的母亲，先查出入境，确认人有没有离境，然后以车辆消失的最后地点进行排查。一定要快，确保老人的生命安全。是。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了是吗？该说的我都说了。我老大是杜海，你们去问他呀。何家树，你挺孝顺的。警官，大晚上的，你就跟我聊我妈呀？你们把我妈怎么了？我们能把你妈怎么样？你倒是挺仗义的，什么都不说。带你在外的那些兄弟们可不仗义，他们把你妈给绑架了。
法儿想弄死咱们呀？在云川，东哥可狠着呢。是空空天空，脚下路步步沿着初衷，伤和痛是赋予我的光荣。这故事哪怕无人传颂，热血热时刻为你汹涌，总有人和平岁月沉重，都为是燃烧烈火熊熊。谁能看清楚我的背负，唯一的出路是没牙关紧咬住，为你守护，心深处时光如故，人如初，人前难。